2020第二十二集，2月27日第一。所以在1947年2月27日，对一个小粪桶的处置失当，就引发228全台湾人民起义抗暴。第一，台湾分酒公米全米分草三粮应该防护，那假使用心研制，应该也可以出产丰多的优良产品。但单于这些人贪污腐败以及棒生产研发，根本无要用心，所以台湾汾酒产量不但品质不如人，产量嘛也有限，所以到处抢铁走私的中国大陆的汾酒，或者是洋粉洋酒，公卖局甲警察因此成立一个弃私组，专属搜捕去查，因经常武装巡逻市区，名义为弃尸，是这种假公济私、专事敲诈勒索，勒索若不行，就没收粪摊的废品，给他脚拳打脚踢。第二，1947年2月20日下到6-7点的时阵。弃尸组专员叶德经科员、傅学通甲其他四个科员，加上四个警察组成的弃查弃车队，到台北市医院的闹区南京路上的天马茶坊附近停下卡车，开始分头搜查，眼尖脚快的流动瘫痪，走的走，觅的觅。各位先生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咱今麦过来2020第十二集，就是228事件发生的正经的第一天是2月27，不是228。2月27，那天下晡发生的代志，我即马大概来讲。第一，公卖局台湾的分酒是公卖局哩，专卖公卖。那么台湾的分草足丰富。应该呐，公卖局要用心研制，安尼台湾薰草薰应当会当生产真好个薰酒，阿嘛产量嘛应该袂少。但是，单据这群人来个台湾，因贪腐腐化一级棒。那用心研制，是办公务哦，都足差的。所以呢，台湾呢，结果呢，市面上充斥的中国大陆的汾酒，也是洋烟洋酒，大家拢在招数里卖。所以这个公卖局甲警察局都成立一个弃尸烟酒弃尸弃查会，弃这个弃查组，这个弃查组呢，咱讲2月27日下晡。
因这个气茶组呢，来到这个医馆啊，南京西路迄个医馆，医馆呢，来到这个医馆南京西路天马茶坊家，气茶车队就啊停落，啊停落，开始就要巡逻，要掠输烟。哦，啊，一个因车就停落吼，真侪摊贩吼，都赶去走啊，藏啊。啊，有一个林江曼，你未婚未输婚，啊，有娶一个查某囡仔，赶未赴未赴走，啊，就叫。诶，这个林德根啊，甲傅学忠啊，甲真侪警员、警察员抓着啊。这个傅德根哦，将这个林江曼的婚酒，包括公袂叫的婚啊，甲钱，拢全部甲没收起来。哦，啊，这个。林江曼呢，袂赴就叫抓着，啊，抓着给我没收起来，啊，我这段就先报到这。